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 Man， 今天同大家分享 Notebook 入面我两个最喜欢的 item， 分别就是高踭鞋啦，平时都要出席很多 events 啊或者 party 啦，我觉得必备的一对尖头的 prompts 啦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，同埋分别就是手袋啦，因为我觉得 handbags 又是长期都会用得着的，咁每一日衬衫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items 啦，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一些黑金色的 combination 的东西，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 matching 的 combination 来的。Harvest Bazaar 都出了他们自己的 notebook app， 快啲 download， 分享一下你们的 favorite item 啦。